你知道比怪物更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是看不到希望。有人被治愈了吗？没有。是蝙蝠。到底这些病人患了什么瘟疫啊？高热，咳血，皮肤上还会长出黑色一斑。都让他们进来。病人，这些是被精神娘娘诅咒之人，谁靠近了他们，谁就会倒霉。什么都没有。这只怪物肯定是某种动物异变而来的。那是请神娘娘的神兽用来惩罚那些对他不敬的人的。你们都别动，怪物在这儿。难道你也不相信他们是病人？这些都是被诅咒之人。别胡说，他们都是瘟疫。你行，就是想把这些所谓被诅咒的人关在隔离区里面。如果我活着的话，一定会来找你。什么都没有。